嘿哈喽，我是阿龙。那今天呢要继续来我们的三国肥宅当老板机啊。那这一次呢我是要重新开始，那先来设定一下我们这次重新开始的能力吧。那这次呢我这体试底下实验的时候呢创了角色能力啊，那这个不太像肥宅嘛啊，那所以呢就稍微的把它调低一点。那这50这实在是够难受了，所以70就好，那这个80就好，那不要太辛苦啊。那至于特技的这边呢，我想过一下，这个真的是不要设太低比较好啊，毕竟说这个练起来其实也是挺麻烦的一件事，所以呢我们稍微的就这样子，那都设个1给他吧。那只是跟这个智力比较有关系啊，能力啊我们都比较不要设呀。然后呢特技呢，这一期呢这一次呢我们这个肥宅呢就选择晚工兵吧，所以呢就选择这个晚射者飞。那这个重型特性其实没有什么分别，因为毕竟我们一开始呢来呢就是说我们来当老板啊，自己当老板，自己起个劳作，自己当老板了、啊，哎呀，所以呢，我们就这样设定吧。那这个就是能力。那为什么我会说想要重新看一次呢？其实最主要一个原因就是说没有妹子呀，哎呀，这是一个重点。然后因为这个是呢，这个年龄问题呢，所以呢，我们最快能登录在这个游戏里面登墙的时间是1990年啊，发动桌年席的那年壳的那个讲解才开始啊。哎呀，所以呢我们就直接从这边开始吧。场所嘛，我看看哦，楼表。那我们就选择光临吧。对，光临或者是许枪开始吧，许枪开始吧。那哎呀，就这样子。对啊，可以直接自己建一个系列哦。那直接我们一开始就是老板了。好，就这样子吧。这个颜色不知道哦，游戏里面不能改啊，就这样子。那还有呢，就是说呢，我自己设的一个妹子，也是私底下设定的时候啊，自己设了一个妹子。那上面呢，就是全部都是 DLC 的角色。不过有些 DLC 的角色是非常非常 OP 的，所以呢，我们还也是一样不玩。配置新母像，你就是你没有错。来加入我们阿龙军吧。那我们就已经两个人开始啊。登陆母象，所以这样子，那我们就以这个两只母象来开始啊。那难度也是初级吧，毕竟好像说你设中级啊，其实中级以上其实都是有点太难啊。不过其实初级来说我们也是算是挺难的，虽然他 AI 没有那么聪明，敌方的 AI 没有那么聪明，但是他这个龙的这个兵力也是龙的太强了，所以就干脆这样子了。剑斗，有吧。然后这次女性呢，我们之前的那个全党呢是设这个嘛，所以就完全没有妹子了，所以我们这次要设这边。虚扣吧，全部都虚扣哈。狂慢，减跨一般就这样子吧。对，自动哦，这应该也是一个新的更新出来的东西吧。对，这个游戏呢已经更新到 1.04.1 啊，那就好像是昨天还是前天更新的，那就他就多了一些设定了，但是我没有仔细去看了，哎，所以呢，我们就这样直接开始吧，这样子，好 ，Go Go。戦い抜くのみだ。虽然
虽然这次我们能力比较高一点，但也不能不得不说是我们能力还不是很强啊。啊，这边在说为什么董卓会抬头啊什么的啊。啊，他就杀了另一个皇帝，然后就拥立这一个。哎呀，但很惨点的就是我们没有设这个、这个更历史走向啊，所以呢。所以他们那些反动作联系联合是不会发生的，啊，一直说错话。哎，许枪，那我自己去调查一下。然后呢，那会妹子呢就会自己提议说要做什么了。好，那顺带一说，那只妹子的头像是游戏里面原本设定的哦，你是随机按了一下，它就跑出这个名字跟这个头像出来，所以基本上这只妹子我是没有设定过的啊，基本上是没有设定过的。哦，白费心力的。哦，没关系，一开始人才是非常重要的。将军非元少。可以，哎，多一个吧。始めるか。那个在哪里？よろしくな。よろしく。来加入我们吧。お聞きください。世話になるぜ。来加入我们。哎，多一个人就多一个啊，对不对？哎呀，然后啊，你也帮忙调查一下，看看有没有人啊。聞いてくれ。任せな。哎呀，然后呢，我自己也来调查一下。始めるか。好。始めるか。那这一次呢，我们这个全党啊，就来用一个比较出工的方法吧。那一开始呢，我们尽可能呢，先建立就是空城啊。先不管有没有武将能用啊，至少先建掉的是民这些空城啊，我们就比较有方法啦、啊、去扩大我们势力啊。啊，直接掉下去了，不用发任务的。哎呀，可以，竟然发现钱了。哎，那你就继续去调查一下。良き案が任せな。哎呀，居然始めるか。好，去做吧。哎呀，那我们呢可能会先跑过一段时间的势力啊。哎呀，居然有事找到钱。哎，やるか。やるか。这边有一个人在野，来看看是谁啊？哦，绯元少。難しいか。哎呦，居然是这样子！哎呀，居然是增加持有金。始めるか。始めるか。那我们先来把吕南跟寿春给建下来吧，楚真。你这个可以有趣。可以 ,go, 可以。去。任せな。枪兵1000。go。去。大船に乗ったつもりでいろい。はい。じゃ。2000 years later, 6.5 hours later, a few inches later,Day 2, Day 3, Day 4, a few moments later, 1 eternity later, 3 days later, 12 seconds later, 3:28 a.m. 3 weeks later, many months later, so much later that the old narrator got tired of waiting and they had to hire a new one. Tomorrow for sure, eventually, 12 o'clock midnight.
2 hours later. Meanwhile, 8:01 p.m. The next day later. 20 minutes later. 6 hours later. Several bad puns later. 1 hour later. 2 hours later. 3 hours later. Can you move it along? I'm all out of time cards. Hey yo.大家看看这一边啊，刚刚按太快了，以为他失败了。原来呢，我们这边呢找到一只妹子呀，那只妹子就是王毅啊。嘿，妹子，始めるか，麻烦你遭遇我们吧，遭遇我们就送你一间房子哟。不然你想住在我的后宫也是可以呀，啊哈哈哈哈！哎呦，干嘛像个痴汉一样？お初にお目にかかります。妹子，快来遭遇我们吧。お聞きください。何としても聞き入れていただけ。加油我们吧！来来来来来，你加油了，这个宫殿也给你住也行啊，没关系，反正我没在住。さて、こうなったか。身に余る光栄ですわ。哦哟，所以其实情况没有过变太多啊，只是啊、射箭，不要吧。戦い抜くのみだ。不要吧。说不过你的。こっちが正しいって認めてもらいます。そう簡単に従うわけにはいかぬ。不要吧。行不行啊？こういうことが実際にあったんです。それは強引に過ぎよう。他是反正挂在时钟那种。書にもこうあるぞ。那就先打他一下啊。所以他是这三个的其中一个。戦い抜くのみだ。先是。赤子にも分かる道理だ。好，所以呢，他也是这三个的其中一个啊。哎呀，被他挑衣挑そういう考えもある挑衣哎，差不多。哎呀。私決めたことあるってわかるいくつでしょう。蹦蹦。哎呀，差一点点啊。ほら、私が正しかったでしょう。哎呀，这个王毅的这个配音。お断りします。这个黄毅的配音挺好听的啊。啊，没办法，在这里。在这里放弃就不是肥宅，所以我们继续 go go go。始めるか。再来，再来，再来，妹子，快加油我们吧，妹子。啊，直接按这边，直接按这边比较快啊。何用でございましょう。妹子，加油我们吧，妹子。何としても聞き入れていただく。我们人手不足，非常需要你的帮忙。啊，还有就是说呢，啊，教音啊，加入了这个红，这个怎么念？红油吗？啊，要射箭。戦い抜くのみだ。那再来一次吧。こっち。そう簡単に。哎呀，来来来。哎呦，所以看刚刚，好像是主将吧，对吧？こういうことが実際。全く納得できぬな。哦，他好像是固定的啊，所以呢，理にかなわぬぞ。理にかなわぬぞ。それはめちゃくちゃですよ。哎呀，他居然是反论了。それは勘違いであろう。哦，所以他第三回合的时候可以用集中，那这个回合他好像是用挑衅。それは勘違いであろう。啊，果然啊。那这一个奎克，我记得他是用大酒枪。代理だってわかる理屈でしょう。全く納得できぬな。哎呦，耶，所以啦，耶。よく経験をさせてもらった。哎呦，哎呦。中勤に励みます。すまんな。哦，耶，妹子王毅加油我们啦。Yes, yes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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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yes.那哈哈，那你要小心他这个忠诚啊，也是干。是说他的忠诚度不够啊，跑掉会
所以呢，我们送他一点东西。没收一下啊，然后呢，在这边是给他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送你的，不用客气。那就是这样子了，我们又多一只妹子了。王毅好像能力是怎么样？我从来没注意过。能力八，智力82，那呀，让他去弄一下赖政也是不错啊。他政治比我还低一点，那没关系。良き案が。承知しました。那我们呢就继续调查一下，看看还会挖到什么人呢？那这边当这边挖不到人的时候，我们就跳去下一座城市那边了。那现就是我们现在呢跳去女南那边吧，跑去女南那里呢，就看看那边会能不能挖到什么人呢。我们一开始呢就是要充实我们的人手，不是这个，调查。始めるか。始めるか。来开始。大主，哪里？帮一帮吧。然后他送我们钱。報告します。都可以去做。構わんぞ。继续跑一下。尽可能的挖人回来。是调查。始めるか。一开始不碍于事，就是调查调查调查。女强。找到一个人物了啊。这个女强。能力不算是太好，但准备没有的。按这边访问。お初にお目にかかります。Yes。来加入我们吧。良き案が魅力を尽くします。好，非常好。然后这边报告。那然后呢，我们把这个女强啊，丢到另外那边去吧。等呢，女强。没错，就是你。承知いたしました。承知いたしました。好，然后呢，我们能用命重伤呢，那应该就是我们的妹子了，唐江妹子，她是赖静的，所以呢，就这样子吧。報告を預かっております。非常好，那至少我们任务是多了一点了，继续挖人回来。让我们这一集最大的特意就是挖到了王一妹子来加入我们了，这是最好的加入了。報告します。好，去做吧。たやすいことだ。白费力气了啊。没有白费力气的啦，探索到也是有啦，探索不到也就这样啦，对不对？这边再来一次没有啦，我们就跑到寿村那边去吧。然后吕强好像发呆哦，所以呢就给他点事做吧。你给我去巡查一下。不管你用什么手段，按太快，我们又发现了一只角色董袭。好，那我们来看看能不能动用它。敵に者がいそうだ。敵に者がいそうだ。始めるか。让我来吧。你。お初にお目にかかりまする。是说我不知道为什么感觉说这只角色的这个图啊，
感觉很像江飞啊。お聞きください。中勤に励みまする。哎呦，加油了，加油了，やった，又多一只了。哎呀，好，然后呢，我们跑到寿春区啊。哎，よし。跑去寿春啊，挖挖看有没有人啊。さて、こうなったか。哎，大家辛苦了啊！哎呦，王中加入红龙军手下了。哎呀，没想到我们以往用的王忠啊，他跑到别人去了，没关系啊，没办法。哎，亚克，反正我们这个登墙的城市也是随机的啊。哦，你想训练啊，那就做吧。たやすいことだ。哦，失败了，继续。哎呦，刘备是公，哎呦，叫范，哎，又挖到一个人啦，啊，叫范，哇，这个能力有点那个啥吧？難しいか、難しいか、難しいか。難しいか。難しいか。啊，居然这个能力这样子还不还比较没有可能加入，哎，那你始めるか。然后赵云在这里，那可以考虑一下，打掉他来把赵云说服加入我们啊。哎呀，不过那没有那么快啊，之后再说吧。哎。我们还是先挖一下。63、哎，准备没有的好了。やるか。好，来。访问。よろしくな。哎，加入我们，大叔。良き案が。お地上なるぜ。大叔。哎。報告します。好，去做。たやすいことだ。哎，然后继续挖人，这一集就是各种一直挖，一直挖，一直挖呀！哎呀，不管了，一直挖。哎，那我们现在呢就要拼命的扩江，下一个是庐江跟这个建业啊。等等啊，多调一下这个人。异动命令，好的。然后呢，刘勋哥来这里，董袭来这里，啊，这样子哈。再继续挖人，一开始就是各种到处乱挖。哎，要白费力气啊。那继续挖一下啊。やるか。那这一集时间呢是差不多盖到这边结束了。那我们呢下一集呢就是继续扩大我们的势力啊。那我们下一集呢目标就是把建业跟庐江给拿下来，尽可能扩大我们的势力啊。然后他就往新野建领了啊，所以我们附近来说呢，比较有威胁性啊，应该就是刘表了吧？应该是啊，那我们附近最有威胁性的应该就是刘表，他人才比我们还多，对。所以呢，我们呢下一集的目标啊，就是收下建业跟庐江。然后也是尽量的多挖一些人可以来啊。那我们这集先到这边结束吧，谢谢你的收看，我们下一集再见哦，拜拜。